嘉义空军联队日前发生 F-16V 战机坠海意外，飞官陈毅失联至今。13号传出了最新的进度，水下作业小组在鳌鼓湿地北侧大约1公里外的海面打捞到了疑似飞官陈毅的生理组织，目前已经采集检体来办理检验，那么厘清身份。同时，陆海空三方搜救的任务也持续在进行当中。军方乘坐蛟法大范围搜索，黑鹰直升机低空盘旋，还有人员手持望远镜在岸边观察动静。空军第四联队飞官陈毅失联来到第四天，搜救任务不间断。所以是从舱内找到的吗？不是。随着多日搜索，13号也传出最新进度。水下作业小组在鳌鼓湿地北侧约1公里外海面打捞到弹射一部分组件、破损严重的抗拘衣及疑似飞官陈毅的生理组织，即刻送到殡仪馆，并通知家属指认，采集检体办理检验。陆续发现部分人体组织，包括皮肤、骨头等等，经检察官与法医师于昨晚进行相验，已采集检体及家属之 DNA 送法医研究所鉴定。另外，接连近天大量飞机残骸陆续被打捞上岸。12号晚上，渔民还发现手提包跟一件墨绿色布料，疑似是飞官夹克。不过，对此军方未证实。目前陆海空三方搜索任务持续进行，把握黄金救援时间。同时，空军也成立紧急应变中心，不放弃任何机会，只盼让飞官陈毅尽早回家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曾报道。